就是你想往上爬，对不起，这个游戏规则定了2000年了，改不了，懂我意思吧，各位？就是没有下海之前，我的状态一讨厌喝酒，二讨厌暴发户，尤其是搞工程的、干装修的，啊，是制造业的，一个都看不上。没有文化，没上过学，斤斤计较，然后两面三刀，阴奉阳违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。但是是时代的红利，他抓住了，敢下海，敢拼，敢乱来。就是我非常讨厌这种人，我看不上。然后他们还有钱，然后我对钱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种厌恶，然后拼命的想上独木桥，想去变成那个万众瞩目的 superstar。 我看的是很清楚的，我接受的这种象牙塔的文化，就是学科班出来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高知的骄傲，我们就是典型的高分低能。另外一拨人也挺坏的，是有权利的人也挺坏，他可以不喝酒，但是他阴你。我就感觉人性这套关我是过不去了，就是有文化的人是个阴货，没文化的人他看上去卑躬屈膝的，但是他有江湖，他有江湖的这一套规矩，就是你再反感，酒喝下去了以后该怎么样怎么样，他还是比较 OK 的。但是你要在内部体制往上爬，他不是喝酒的问题，这案件从哪里来你都不知道的问题。我很尴尬，往上爬没背景没资源啊，你得附庸附雅，哎，你得马屁拍的润物细无声。然后呢，你到江湖上面去，就野路子这帮人，你得喝，你得弄关系，你得人情世故，你得鞍前马后，又不适应。久而久之，我就发现，你往上爬，你得跪下来；你往外爬，你得豁得出去，你得不要脸。娘的，我又要脸，我又不想跪，我就大概在这个心态里面10年没走出来。这一段非常真实，尤其是拿过大学高等学历的同学，在体制内已经变成一个乖乖孩子，像一个夹心饼干在夹层里面求生存的人。我代表的就是这个族群的人，绝逼的。这波人我觉得最少有1亿的人是这样的，就是你在公司也好，在象牙塔里面，我说的是很封闭的环境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什么状态呢？你出去以后跟这些什么扫大街的、送外卖的，你觉得哎呦我自己很厉害，对，比外面这种江湖儿女电商一波搂个大几千万那帮人，你比都比不上，人家都瞧不起你。瞧不起你是因为你有文化，但是你不挣钱。我们瞧不起他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，但是他们出来就是奔驰啊，对吧，库里南啊，法拉利啊，你都不知道他钱从哪里骗的。那就是社会的真实情况。我大概花了整整的10年，然后你再往上走，那个天地已经不是用钱去衡量了，就是那个天地你没有关系，你见都见不着。你们见过海上皇宫吗？你们见过那些金碧辉煌的吃个饭是金筷子的吗？三观就是一天天的在颠覆。我就感觉自己的定位非常的飘忽不定，就是人如果想成功，起码在三个层面上要有所突破，这是我个人的真实经历。第一，必须了解人性，了解人性它的代价是很高昂的。80%的开窍的人，或者说是我认识到的有钱的赚到钱的这些创业者，他们身上的共同属性是什么呢？被社会毒打过，就是踩过的坑，上过的当，受过的骗，然后被欺负被歧视的，这种压迫越强大，他的成就就越高啊。本质上是什么逻辑呢？就是当我们生活在底层，没有更好的资源，没有更好的渠道，也没有更好的人去帮我们的时候，其实社会这个大染缸它主动承担的作用，就是让你冥冥之中明白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？你如果想往上走，想破圈，你就得变得没有情感，或者说你不能被道德绑架，或者说你得谋。绝大部分人他只有勇，他没有谋。这个是我在前10年创业的过程当中，也就是从我20岁到30岁之前缺失的部分。就绝大部分同学有勇气去创新，或者是去创业，或者摆个摊什么之类的，但是没有谋略。就这个社会他不教你谋，天天鼓励你勇，胸口挂着一个勇字，他就两把菜刀扛肩上就冲出去了啊！就刀枪不入义和团，你听得懂吗？就要想成功先发疯嘛，蒙着眼睛往前冲嘛，就是他告诉你的是勇，但是绝大部分人是没有智，没有谋。关注大旗，风生水起。